号开了霓虹店，请选择一款野生道具激活任务。感觉挺厉害的。是热吗？这个热吗？是不是有点热？你好，汪卓成，你好呀，这就是要对我说的话，对不对呀？汪卓成你好呀，欢迎来到快乐柠檬北京 A 片。夹娃娃机内的快乐柠檬玩偶背后贴着印有公益奶茶杯数的贴纸，获得后可累积杯数，只要你在10分钟之内抓7个玩偶则视为成功。这家店就送给我了，就送给我了。是真的送给我吗？这是真的，是真的就送给我。那也是，意思就是我以后我来这儿，是不是我喝都免费啊？前几天还在想要不要搞什么副业，现在是有了。失败会有挤柠檬惩罚，刮完了。柠檬玩偶挑战，在快乐柠檬玩偶背后贴着印有公益奶茶杯数的贴纸，获得后可累积杯数进行相应金额的捐赠，在10分钟之内抓到7个玩偶则视为成功。我跟你说，我抓娃娃超级厉害的。这娃娃太大了，我知道它，因为它外面这个塑料。达到一定的什么，夹到什么一定的那个次数，他就会给你了。那为什么那个钱就会够多呢？要夹不中的话，我就请他家喝一年的奶茶。不行啊！哦，天哪，每滴眼能动。失败了，然后呢？继续挤。哎，我尝一口。它后面有两个彩瓜。集合。准备开吃。